江苏不同的配角雅思小说大言的李思思，专注讲古长篇传奇故事，李思思将你播出。先老奸雄宋徽宗竟然神不知鬼不觉随时驾临，这座新楼有何机关秘密？欲知详情，长篇传奇故事《李思思》第十二集《水行楼顶》马上开讲。清流洪中，脊骨流中，乱世里里，血泪飞扬。长篇人物故事《李思思》今仔讲的第十二集《水行楼上》。李思思先落成以这座大楼举行庆典，所以宾朋云集，有人就提议请当代大师家周邦彦来为这座新楼命名对匾。照道理说啦，论周邦彦的年龄、名望、学识、修养，以及伊甲李思思的关系，为这座楼对边各方面的条件都具备，是最合适的这个最佳人选。但是周邦彦头壳壳手一直摇了，连连说唔敢签约，唔敢签约。大家人心领神会啊，这座楼名义上是李思思家己建的私家楼阁，但实际上哦，是宋徽宗御史伫咧重建的金屋。宋徽宗才是这座楼真真正正的楼主啊！啥人敢讲李思思的这座楼阁出名对立，岂不是不逃都本犯下大不敬的僭越之罪啊？宋徽宗伊都正经开金口，怎么将李思思选调入宫，封为贵妃？啊，怎啊？那么佮佮伊建这座叫老屋啊？观众朋友啊，封建社会啊，皇帝至高无上，说的话就是圣旨。啊，要怎啊？啥物会做呢？社会无准孝，你出你还你的啦？这个当然都原因咯。一来是宋徽宗看见李思思对要选立入宫受封这条也不感兴趣，为了博得美人的欢心，宋徽宗就当这句话哦，刚当作是一句戏言。历来即使是的封建社会，也是无法能容许皇帝哦为所欲为，事事都要按照家己一贯行事的，就是皇帝要撤立，也是要废除皇后太子，跩代志既是皇帝的家事啊，又搁是关系到社稷江山的这个国事的大事。你讲皇后啊，妙语天下，太子呢？太子是土官，是皇帝接班人发定的，跩都唔是皇帝家一个人哦，会做确定的。所以必须得除掉皇族哦，也同意甲朝中所有大臣也用在。李思思真罪是宋徽宗锦囊界地的这个地下的这个精灵，要将这地下精灵哦，将它扑出水面，公然那个宣调立功，取得合法的权贵地位，以李思思未见的家世，甲伊非常低贱的这个身份，地方后职官哦，免试就通未过了。何况呢，也个皇亲国戚、文武百官的干预啊，日前的会议啊，一开落去哦，这条大事必然的查不可开交，辩论永远都未停止，无可能得出一个任何的结果。那是安尼。都弄得头痛心烦，自讨苦吃。第三来，李思思选调入宫，这条无啥痛，
那是将伊放在外面呢？啊，你就等于亲像是啥物啦？亲像是民间的迄种外泄。咱先中国哦，成立以后啊，头一步的这个法律就是新婚姻法，用法律的手段规定，是令一夫一妻制，男女平等。就这个法律的依据，男人三妻四妾，还是妻妾成群，都是合理合法的呀。你要娶偌济某哦，无受这所的限制。一夫多妻是这个成功男人的荣耀，甲伊的标志，说明你有本事、有钱、搞身体好，各项有法，你唔叫我娶好，合法侪无？但是查甫人惊无，是一种迷点。另外，子女人同性相贴，这个也是一种天性。安尼为了家和万事兴啊！所以有一个查甫人哦，伊有情人呐，伊就在咧踮厝内外口另外哦，过去创一个小家庭，啊，饲二奶咧，唔托这个女哦，建立伊个门，建立这个小家庭，种就何做外泄咧？啊，宋徽宗为这个李师师哦，单独建这座河堤。当作伊个行宫啊，要来要去，非常随意，非常随便了。另外有一番的这个景处，何乐而不为啊？所以新老对了落成庆典的这个典礼是怎么？宋徽宗这个真正这座楼的主人，当然伊是无法当显现呐。你出席庆典的所有在座的跩领导。包括跩嘉宾，多个不约而同的将新楼的这道匾额要怎啊对，要怎啊写，的命名的这项代志，老大宋徽宗哦亲自来命笔。对于这一点，宋徽宗办得非常满意，而且也非常的得意。高桥等人对新楼和红京之间也有一条秘密地道，宋徽宗避讳李师师便能来去自如，不再束脚束手。地道的建设开机巨大，但宋徽宗不闻不问，心安理得，真正享受何惠民脂民膏而来的宫车玉玉。讲述不同于配角雅思小说家言的李师师，专注讲古长篇传奇故事。李师师将要播出。这是李娥啊，李娥桃花开，桃花开了，梨花开。三个杏花春雨江南，对一片如诗如画的情景下面，宋徽宗。在高桥等人的陪同下，御驾亲临，搁再来李师师这座新楼了。一头一摆，安步当居啊，两行河步，无得了，通过秘密的这个地下通道，来到李师师新楼的后面的假山。宋徽宗出现在李师师的楼下。禁止所有的人通报，禁止所有的随从，以前家一个人静静啊，莫去去新楼的二楼。伊讲，伊要托李师师来一个意外的惊喜咧。李师师看见宋徽宗不计而至啊，却是有惊无喜，即阵花容失色。赶紧跪着去三河万岁迎接升格。宋徽宗双手将伊扶起来，是爱卿唔应多呢，多日不见，心系思念啊！李师师请宋徽宗哦，坐咧小客厅咧。宋徽宗立来到底，跪来哦，将伊行行看看咧。李师师对着宋徽宗的身后，共伊一一介绍。
宋徽宗对二楼的设计甲装修啊，点头表示肯定。然后说，文房四宝出售，是。李师师，胖哥来文房四宝，一个用一支细细支的铜勺，油嘴千字画墨，宋徽宗笔夹起来，墨汁稳了。然后看看窗外，诶，这个盛开的鲜花。如果我头看看李师师，诶，这个娇艳的面孔，以及伊迷人的这个身材，真是秋不醉人人自醉，夏不美人人自美啊！说一声乌龙，唰唰唰，就一张喷金针的粉尘上面。写三字，以独创的锁金字的书法，写三字醉行楼。李师师看了，不敢脱口而出，叫一声好啊！李师师的喝彩啊，无疑亲像一支强心的兴奋针，同宋徽宗是更加兄弟，情势更加浓烈。李师师把安教李杰龙讲伊写新闻，宋徽宗是免，叫你叫总管太监张蝶上楼来，为总管太监张蝶的手中捧出一个红盘，红盘的顶面晒八粒又圆又大、色泽嫩黄的蜜钱。宋徽宗说。爱卿，只是江南采采才送来的贡品，也得带来跟爱卿共同相信。李师师说不敢等，不敢等。宋徽宗说：“哎，东西来面说，一起红点挥之教，无人敌视内之来。”这句的意思，是的是董宪宗。杨贵妃的代志，那么在蜜钱呢？蜜钱是江南而来呀、啊，堪比内治，可以扑得爱卿一翘翘。所以我将个钱有通托你，你小可来笑一袂？啊，李师师就说咯，是神妾，那是红顶女子，焉敢比杨贵妃？就用一支像个冰球出山的像个水果刀啊，直接钳起来，将伊切落去，才剥开外皮，然后再将我钳剥啊个一瓣一瓣，再用伊钳钳牙嘴推起来，轻轻啊温盐嘴了，随请万岁品尝。宋徽宗无伸手去接过来，你是用嘴哦，直接去夹迄片蜜钳。家己也摕一片蜜钱，温念水送去李师师的口中。即阵，宋徽宗倍感温馨，一百袂晓偌爽心呢。将你行来李师师的迄张牙床呢，拍拍床垫，说来，爱卿来，值得当真，值得当真。观众朋友啊！宋徽宗哪会知影？李师师即阵伊个床脚底藏一个查甫人了啦！这条代志要怎啊处理啊？下一集咱再慢慢过来讲煞落去。再见。李师师家房床的所总何林，为何这段轶事会成千古佳话？欲知详情，敬请关注短篇传奇故事《李师师》第十三集，作者侯时。